纤弱的肩膀独自承担，太多隐忍不敢，用心听潮汐的呼唤，穿过了惊涛和海浪，迷航的旅途太漫长，你站在礁岸，手中那盏飘渺微光，暗夜的希望。浙江卫视《天赐的声音》第三季揭晓了五位常驻音乐人的全名单，传了很久的邓紫棋居然被盖周延所取代，让一大波邓紫棋的粉丝惊掉了下巴，说好的两位新加盟的音乐人是周深和邓紫棋，咋变成了周延和周深了呢？邓紫棋缺席比较遗憾。邓紫棋是目前非常受欢迎的女歌手，在网曝音乐合伙人有她后，网友便非常的期待，但可惜的是她并不是音乐合伙人，与之前网曝名单相比，取代她的正是盖。天赐的声音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音乐励志节目，不知道小伙伴们喜欢看吗？音乐合伙人寻找音乐中的另一半，两两组合演绎歌曲，进行推荐金曲争夺战。在启动仪式上，五位音乐合伙人受邀成为常驻嘉宾，引起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。这五位在当前都是国内乐坛有一定影响力的音乐人，他们其中有长盛不衰的实力唱将，有风格独特的说唱歌手，也有才华横溢的唱作人。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官宣的阵容是胡彦斌、张韶涵、胡海泉、周深、周延、陈欢，还有飞行合伙人梁龙、西林娜依高等，非常期待周深、周延、梁龙和西林娜依高。当然对胡彦斌、张韶涵、胡海泉也是十分的欣赏，期待这一季精彩的音乐碰撞。在第三季启动仪式上，周深和张韶涵也是把现场的笑点给拉满了，两人默契玩梗，都说自己和对方不熟，就像我们大家和同事互相打趣一样，太有意思了。对这一季的天赐的声音期待值满满。目前的好朋友大家好，我来啦。其实盖和周深在我们节目当中虽然是第一季的常驻音乐合伙人，但是合作起来好像已经非常熟了，从我们第一期开始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 Angela 有这样的感受吗？是谁？就是盖和周深确实不熟啊。确实不熟，太不熟了。所以这张真的有点不熟，所以问自己。我说真的啊，就是这一次我有点surprise。我没想到就是周深原来是这样的人。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人。不行不行，不能解释，解释就没有那个梗了。对，解释就一定要看。至于对是什么人，要看一下。目前人气最高的当属周深。在天赐的声音官博评论区有关周深的微博下，经常能看到粉丝们的支持。周深才华横溢，他的歌声备受期待，如今加盟天赐的声音第三季，与不同的歌手合作，也将带来更多的经典舞台。周延、西林娜依高，个人是从另一档节目认识他们的，对节目认真，唱歌也不错。周延的说唱，西林娜依高的高音，都是个人特别欣赏的，看到他们也参与到这个节目，也是期待着他们的舞台快点到来。梁龙的独特让人喜欢，不论是什么样的歌曲，从他嘴里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，但是非常的吸引人。独有的唱歌腔调，独有的手势舞，还有身体动作，看着就很欢乐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期待谁呢？